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旅游的小颖，今天带大家赏一赏被誉为全国十大最美油菜花海之一的荆门油菜花海。湖北省油菜花节也会在这个时候在荆门的山阳县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13届了，关键是免费的哦。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就近在眼前，穿上喜爱的衣服，拿出相机，打开美颜，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咱们下期见。